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，感恩人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。你要是把蛋打碰小坏蛋吗？是不是啊？他被我的磁场吸掉了，现在大家知道了吧？话讲不出来了。英国公书主有以下三个问题，想请师父慈悲开示。啊，你是英国公书主的？感恩师父。好吧。问题一 ：A 同修和 B 同修说话时 ，B 同修的脸一会儿变，一会儿又变。一会儿就模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 B 同修身上有药精者，还是 A 同修身上有药精者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因为今年是2016年是猴年，说不定他是属猴的，所以猴子的脸天天变。我呢什么都听得懂，我听人家说 A 呀 B 呀就搞不清楚了，我现在不知道 A 是 B 还是 B 是 A 了，我只能这么讲，就是说这个看见他脸变的人是他本人出问题，而不是那个人变，听得懂吗？那个人的脸没变，是你看的人变，听得懂吗？观世音菩萨没有动，但是你的心有菩萨之后，菩萨给你的加持，你看见菩萨的眼睛会动，是你的心在动，什么 A 和 B 呀、啊？搞不清楚了。对不起，师傅。